对，对，你们看，我的头发。那里是脸？有吗？你要叫我一下，六。六。嗯。哎、欸，各位，你看我头发已经长到这样了，对。我平时呢有把我的头发就是有这样嘛，就是用那个什么发蜡这样弄上去，然后这里打来左边这样子呢，就看起来没有那么长，可是呢已经到了极限，限界が来ましたね，这个已经太长了，各位，很多人都问我夏天六你不热吗？热，非常非常热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各位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差不多要不喜欢我的这个头发？嗯，哎，我这个真的是男版贞子，有吗？今天我要去剪短头发，终于啊，各位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那就想说这一次呢，应该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我剪头发的画面，因为我们没有打电话预约说我们要拍影片什么的，所以不能够说很突然的要去拍影片。但是呢，现在是晚上的6点吧，就想说现在要打电话过去预约看一下，现在我想要现在去看有没有位置，这样就是顺便给大家来练一下这个日文的听力，然后顺便听一下，就是我们预约就要打电话预约这个理发店是什么样的一个绘画。好，友们，那要打电话喽，各位，我会开扩音器让大家听这个。先把头发整理一下，真的有点烦，对。一般的预约呢，其实就是上网，不需要打电话，其实就是就可以预约了啦，很方便，就上网你按两下。不过就想说让大家听一下绘画嘛。那这次我们就选择用打电话的方式，行きます。お電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もしもし。もしもし。今からって空いてますか？何？メニューは何がご希望でしたか？まだ迷ってますが、はい、とりあえずカットとカラで、はい、カットとカラで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どのぐらいでご到着いただけそうですか？あとどのぐらいですかね。15分ぐらい意味はつけますね。はい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少々お待ちいただけますか。確認してみますね。はい。他在确认呢。一般确认都有这种音乐。すいません、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はい。そしたらご用意させていただけ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ので、お名前をお伺い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はい。私リュウと申します。はい、リュウ様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ね。はい、はい、ではご用意して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、お気をつけて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待ちしてます。あ、すみません、時間って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ね、カットとカラーで。そうすると2時間半ぐらい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。あ、2時間半ですね。はい、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大丈夫そう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ではご用意してお待ちしてますね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はい、失礼します。大家怎么样，这个日文绘画其实他刚刚讲的还蛮慢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，只是说因为是电话，然后我在录音，可能大家会听到一点乱，但是呢刚刚我把字幕放在这里下面呢，大家如果要再复习的话呢，可以再看多一次影片，还蛮简单的，你就讲什么时候 空いてますか？如果是可能要约下个礼拜的话，你就讲日期。但我是现在我想去的话，今からで空いてますか？今から就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天的等一下，我马上要去了。今から空いてますか？有没有空位？有没有空位置？然后呢，他们就会问你 menu 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？就是你要什么样的菜单？这里的菜单就是你要剪呢，还是你要电啊？你要染啊？对，那 menu 菜单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有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其实你要我剪怎么样的发型？哦，你准备了一张照片，是吗？你准备了一张照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噔，这是大学时代的六哎。跟 Yuma 刚刚认识 Yuma 的时候的六，等一下，没有对到焦，对，怎么样？可是这张也蛮长的啊，头发会吗？大家觉得怎样？刘海完全不一样呢。刘海完全不一样，你觉得？然后这边也是不一样呢。你希望我不要剪太短是吗？然后头发要染黑，不是黑色，什么颜色比较好？
深色咖啡色，深的咖啡色，嗯，不要完全黑，嗯，全黑不行吗？嗯，我觉得不太适合你。哦，可以啊，比较深的可以啊，黑色也可以啊。你要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你讲 OK，啊，那我就染黑色了。嗯，那我就染黑色了。然后发型是，发型就是这样吧。好，那各位马上回来，我要去咯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那晚上看六变成什么样子。谁呢？六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新发型好香哦？很香。哎，是不是有年轻？有没有怎样？你觉得怎样？变成年轻了。他感觉好像那个理发师就把 SK 字直接撒在我头上，整个头都变年轻了喂。这什么比喻？怎么会出现？这什么比喻？ SK2 就 EVSA 不是会变年轻吗？好了，我在讲什么了？对，现在在看这个小荧幕嘛，这个头真的就是变小了，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嗯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呢，我是让他，我本来是跟他说要染黑色，然后呢，他强力不推荐黑色，他说黑色怎么奶。嗯，他说无聊，他说黑色，反正都是负一样的漆，他就说，欸，要不要来一个今年流行的好看的，然后就跟我说，欸，是这个，欸，虽然是深色的，对，是深色，不过是粉红色的 Pink K 粉底的，哦，粉红底，对， Pink K。 不过从远的地方看的话，看起来是黑色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有一点点的 Asobi Gokoro，就是不是说全黑，就是黑，可能你远远看是黑色了，不过呢，就是常有一点点的，就是那种颜色在里面这样呢。我还蛮满意的，这里就是有没有稍微的卡利亚给，这里就是呢，这个叫卡利亚给，就是把我剃上去，卡利亚给剃，稍微的剃掉，然后是这样的，然后后面这里呢，好年轻呢，怎么样？哎，不要看，这样吗？嗯，对。好年轻啊，短短的。嗯，不过感觉有回到大学生的感觉。我大学生的时候呢，就是大概类似这样。哎，感觉这个头发呢，我回到高中应该也不会被老师抓吧？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嗯。好，哎，那今天就这样，今天就这样啦。然后接下来的影片还有很多部影片是，哎，我之前的发型拍的，所以大家呢不要见怪，就是预录的，对，就这样跟大家说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订阅我们六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每天晚上7点看影片。还有这两边是我们的推荐影片吗？优马 TV 和六的游戏频道。拜托大家订阅，所以在外面的小马的呢。